有人要看无？无人要看，啊，无好啦，行啊，要收条啊，这三百一赔，我看收上去啊，这盘三百好无？三百块，好无？有吃袂完的无？我搁问一下，这一包钱也卖一百啊？我虽然搁问一摆，来百五块的，吃袂完的百五，吃袂完的百五，吃袂完的买两个百五，吃袂完的我虽然搁问一摆，这三百两百块钱好无？鱼皮完全无刺，甲做姜丝汤都好吃，两百块好无？全部。真的好吃哦，真的好吃哦，这款转不起哦。谢谢啊。我两百块好不好？三盒。有了，下。还有两根腿。好了好了，我把你放的嘛，是啊，这里我无。你今天休困啊？今天休困啊？哦，我知啊，你在遐千块啊，我看了才来啊，我看才十外几个，心态我看了看了十几个尔，我无紧来袂使啊。哎，我老早，我两百块银，我骑阮家伊带我倒来，你有看了无？真的啊？我遮就会使甲发落去啊！等下来，啊，我伫将我行来。你惊？你敢行即台来？唔惊，拢去阿爸拄一阵倒去。我今仔倒落去，反正也是我迄公仔。来，过来，你要食三点菜？过来，要食三点菜？一百五条，迄了钱，一百五条啦，真正啦。恁若会下要甲买，我即阵啊上西底啦，拢无咧开玩笑的。恁有人要夹菜无？来，这把只我先甲收掉啦。把只无啊，把只无啊，真正无啊。这把只好吃，五把只，这八把只我少一个人下，真正无啊。你带真好吃，这四尾、五尾、六尾来，这八尾来，这十尾来，这无人袂接受的。一百块，五百把只一百块银，五百把只一百块银，五百把只一百块银。哇，伊也袂只一百块呢。安尼啦，干哪边安尼无得规矩安尼啦，我铲到我切五百，全部哦，八只要吃无？全部，一般遐外口两百块买袂着，两百块买袂着啦，两百，嘛无就要收掉啊！我搁问一届，两百无？两百到三十八，两百，或者超过三十八，两百无？全部。啊！你甲分中碗，甲分做两摊，甲分掉好啊！你边个？哎，边歪歪货，边来收掉啊？我你要吃啥来？来，我即马发货，拜拜。哎，一波最后增加你啊！这一波无啊？来啦，我们接到啦，两百，超过三十只两百啊！继续比啊，没关系。刚过，只要来我个梦想啊，来无人啊，我都不要再拿出来了。继续比啊！无人啊，不要再拿出来了。要收了，好不好？小姨刚做水的，我刚忘记啦。你若没发声，啊，无没拍照，要修改啊，是吧？要修改啊，无啊。哦。我一百嘛。QQ 他在看比价。青菜啊，拢足大个啦，即拢一台拢来百三块。木鱼皮为什么泡到水要赶快清掉？因为泡到水了，如果不处理掉的话，就会直接抽掉了。好嘞，夹夹放这，我一百。我一百。啊，这个。刚收收袂起，搁面亏十来只啊！我一百，拢好啊哈，拢好啊！即个今仔要收啊，拢好啊了吼，好啊！我来啦，一百只来。看一看，我来看看。来现场看，你来现场看才会知道尺寸的不同。你可以食啥无？我来面面条，我来无得买花。你有想要买无？有想要买无？可以啦。来，有想要买来，嘿，花声就点菜就无要紧，我若无，我就唔知你要食啥。这鱼啊，咱今仔日的鱼啊，规道这鱼啊，咱水化无？这黑鳞两百，这柴黑鳞炒二十米吼，一斤十六米，一斤外口卖二啊五了，这行情还有三包，两百对，还佫两百对，来两百块，新鲜的虾仁，黑鳞佫两百块，好啦，我要看什么？
帅儿子这一场的开发从八卦山到现在中心市场，我们拍了一年多了，我们还不知道。这个能发不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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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拢无人来啊！吼，拢无人来，拢无人来，来接菜。我们的希望，我唔知你要食啥来，最后我讲一个来，一百来。你留意高嘞，留意死啦！你百块。谢谢，来你赶时间，请问一下，你们在吃啥？我当然知道啊，那个是冷冻豆鱼啊。这两个多少啊？两个多少？来你问啊，看那边。西地多少啊？你有咩话见啊？多少？两个多少？两百五。两百五啊！一百五啊！我唔知啊，多少啊？我哎呀，拍谁啊？因为这真的我不知道了。哦，我看忙嘴。三百一元 ，OK。这人我讲，我讲，我真正我是大事哦。你再看无可能话，看无人话着。有一百块啊，刚刚喊过了啊。你拢无人在看，无人在听啊，无人在查话，在听我啊，这是永远翅膀啊。加一百。你免看呀，你跟你看加多啊，你免装来哦。中来，然后三十几斤。诶，小姐，你免想遐济，一班你都袂下，你搁看中来，这一定本钱啊吼。诶，好。全部嘞。全部来，迄三十个干娘来。你讲全部要？全部我办，全部我办。现在小诶，不接。来，你注意看，这无人在出地哦。来，注意看哦，注意看哦。我跟你讲，我卖五啊五，卖你五百，本钱五啊五，你敢要信？哦，来，那一盘百三，百七啊。哦，那百七啊，超过十五只，这台三百二元来。你注意看，这来下下才卖，下下才卖，咱无变价来。这台台南的三百二元一包无？新鲜鱼。这台台南的三百二元一包无？这台台南的三百二元够一包无？最好吃鱼丸啊，够一包，有人来无？小姐啊，你要安那？你要带到底，那是要分开装。你要想一下哈，每一箱14只跟15只一样的价钱，可是就差了一只的价格就有差了。那我觉得他要比价，随便他 ，I don't care， 好不好？没有啊。我多多公平啊，我那大细台的，7-300万不讲啊，还够我另一个。有人拿龙王的价钱去找中皇，中皇就放着，我给你一锤。你去找个人买，安尼就好啊，全部会解决啦。我装好你，装好你好不好？姑姑家的生意都被卡给骂了。这我跟你讲啦，小姐，阿春在家里，这带到一包给你哦。新鸟出来哦，在 Lim 的家乡的最棒的，一公斤白鲳折合台币才10块钱，这个赶快去进口哦，加上空运费用，检验费用，看一下你们还有没有办法卖一公斤10块钱。好啊好啊好啊，安尼过来嘞。有啊，冰块哦，冰块倒掉起来，使让伊安尼家下啊。这台咸鱼啊，我问一下，好啊，无要来收掉啊。我若收掉，你就买袂着啊。实在讲，这咸鱼好吃，袂死咸。这菜只一只差不多安尼70-80，我咧咸鱼好吃哦，完全袂咸啊。这真正咧，这个天贵分食开就分。这两块咧卖啊，别搭咧共买啊，两块咧卖就着啊，就爱百四啊。冰块先给他啦，冰块先给他啦，卖光百四啦，我卖开玩笑啦，我下下我招一个人过啦，这条大条的大尾搁送伊啦。啊，卖讲笑哦，卖讲200，卖讲105。100对。这咸鱼啊，大尾哈，落去蒸足好食，蒸这个配饭足好食，这拢袂死咸啊。来，三尾咸鱼搁100块，来，侬过来。这台湾的小姐，咱袂甲你骗，但是我甲你讲，即摆台湾的咸鱼嘛袂死咸。10块钱左右，应该是什么？好吃啊！你甲蒸这个即落天了，有你我咧大条。对啊，你坐顶好啊。这三杯咸鱼我搁问一下来，我100块好无？啥卖无着？要食咸鱼我搁问一下来。
无啊，今仔大人扛来，你是咧正甲一边咧做，你有看无？真有精神，你是缀我来钓个哦。再无，去年哦，去年年少。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大只过来啊，大只过来啊，我一百块来。我啥物啊来？卖较上诶，卖较上诶，这本来已经头家已经扛起来，我只挑出来，我一包，小姐你来吼。放了天死人，你看啦，连马一届都未得完事啊！够无？够无？够无？我一百块三条。一只，我来最后搁一个，搁一百。那我咧讲笑。哎呀，我讲，敢那条命，两手我搞你出来，太搞笑。这样，给你哦。这样，还是我呢？这个我还用给你了钱啦，再一百转给你了钱哦，百五，真正的哦，好不？无，那你一边花去啊，这个花去啊，玩乐呀啦，输掉来来来，来，要鱼皮，鱼皮，啊鱼皮就拄只卖贵啊，三包两百块啊。来来，你提无着，我提你好不？厉害不？一包六十外块，一包一斤三块底买啦。厉害，我调你啊，无要收啊。哟，黑林这边收啊，我后面进了两百多，那卖我。我曾经看过一样大小的，我不要说黑尾鱼哦，黄鳍尾鱼哦，价格一样大小的哦，我两百块。红包，要鱼皮，厉害哦，我调你啦哦。好啦好啦，我两百块。什么嘛？有啦，那也无吧，贵个真济吧。过来恁那三下无啊，真正无啊。这好吃，这都吃花贵啊。大条的看好不？啊，无来收条啊，要来收啊。恁要搁吃啥？花贵啊！这贵啊！七盘鱿鱼汤用香的用炒的啦。这个我跟你讲啦，恁若捡，恁若会晓吃，我拢七盘炒个最好吃的，煮三杯嘛好吃啦。这钱啊了钱啊，我桌顶吼下下我一个人家啦，上好了足侪钱也袂了啦。这下再去卖一百块卖四只尔啦。用香的用炒的，我招一个人家，注意听哦，注意听哦，我招一个人家哦，无要修改哦，一个人家哦，两百块钱我招一个人家啦。小姐，两百块拢无你啦。好啊，很好啊，很好啊，咁多人来，第四人啊啦。我可是在中场看现场的拍卖价。第四人啊啦。给我东港现场拍卖价，他们专业的看得出哪一只好，哪一只不好。做假用差，这拢无法回。真的没什么讲。来，你边上真的飙到不行。机器人来了。我曾经看过一只20公斤上下的黄鳍尾，然后外表我这种。我是新手，看不出来差。这好吃，搁两百块。哦，它一斤，差的一斤才120块，贵的那一只一斤500，1公斤啊，1公斤500。啊，屁咯，是啊，搁两百块，搁两百块。没有反了，一直比来比去，直接封掉比较快。加了什么？我等一下再把这。但是就是安尼做好笑的。面汤啊，得你家己算啦。龟面汤啊，得你家己算啦。真正这包吃了头一个月啦。懒得跟他做那么多了，直接封掉比较快。你无啊，做你当小小，无啊。机会。咱过啊。真正咱过啊。咱过啊。我跟你讲，这无到200，不要期待，不要，我礼拜三。这个多少钱啊？这盘个八三，这无你创业，有听着无？有人来买，抢着。八三来，房价，我爱插你啦！这盘八三要多买，一只无10块要多买。你咧讲这哦？这是你最后成交个本钱卖你，这无个本钱还是无够400块。小姐，这头三吨重，一斤外口爱2.5，2斤都唔拿。你还要买较少嘛？无要紧，我提较少你，但是这绝对分到唔拿400啦，全部400元。有，昨天有满足生号，有报案的，有报案。今仔无咧上分钱哦，今仔无咧上分钱，我即摆要收现金的，好不好？哦，我爱现金的呀。
试看。我今日我来介绍你，就按道理先去买买。阿鱼啊，阿这有暗刺无？种鱼？迄无啦，迄鱼啊无俗，迄这鱼啊叫赤鳖啊，迄无幼刺，足好食。你们搁食啥？我最后存在尔。这盘最后搁一句啦，无我包顿来送啦，我绝对无卖你。听好，无讲笑的哦。最后搁一句吼，120块，一个。这再你卖卖四只一百，第二句，第三句，这盘120有无？来，我过来。我懒得跟他说那么多。我无讲笑啊，这标志卖掉，你安尼搁来考虑先等啥？好啊，好啊。过来要啥？过来要啥？这阿拉无要死哇，真歹势。你即摆咧等落去，我那不是判断。这下早你买一只卖50元，我先跟你讲一下，这大只，来你等一下哦，要吃买两包。中港低尾通常只会拍卖，不会。这叫做车皮啦，海鸡母，这鸭蛋，足有利的，外口你卖足贵的，啊你比较一下，车皮啦，剩只尔哦，啊一只无安尼。大细只爱分地啦。外口你卖只了生意话啦，到哪里卖安尼？来，先卖先赢啦，无啰嗦啦，这生意话哦，一百。这个有很多次。这个没有吃，非常好吃，算两个高级的鱼，不开玩笑。不能算。这几只，你若买着50元钱，吃不啦？100块。小姐，我给一半好不？我不跟你犹太的，我不跟你讲笑哦。我买才有哦，一盘一百，第二盘给你算180对。恁卖互相方便。来，阮一盘。你要来，安尼这个我给你收80就对啊。安尼，你要一个两个。啊，你这个你的哦，阿姐。来，我来。你给我来，你一起，你甲算一起对啊。好啊，安尼，你来等啥？我去东港看到最大的一只，碰到一只400多公斤。那个鱼怎么煮都好吃。你听我讲哦，少年老弟，你想要那猪肉，我跟你讲，清蒸的很好吃，一把纯白色，这叫做赤鳖啦。啊，你要干煎也可以，要煮汤嘛，最好吃。我你想要那猪肉，都可以晒。你无听啦。这边收啊，这料子面条啊，无如无输哦，100块。你看，我都不是怪卖的，恁都拢敢那点的点的比的比，还卖袂落去啊！我哪有多？这一只卖200块啊！这盘鱼啊，全部拢给你800块啦！这一只乌鸡金活蛋，这算咩话？什么鱼？这叫做乌鸡，这外口一只超过200块，一尾金活蛋。哦，恁看一下，这无啊，这无啊。我招一个人去啦吼，300好不好？好啊，安尼好啊，来。无啊，安尼讲咩啥？无啊，嘛我等啦，真正你唔走，我是要怎走？你来走，我来走啊！你都你讲咩就啥？你买唔到啊？那些封一封，这拢无啊啦！我最后望一下，这手若砍开，你就买唔到啊！这你来买，我吞到啦吼。如果我真的我买再购买，我搞不会一百块啊，干不下去的呀。然后他就有话说，哎，我搞不发。你都别这，大姐来100块，好啊。个人有个人价格哈，没有说品牌的价格，他们卖的爽就好。我们不会介入。我不要住啊，没有。我要做的事情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吗？